令自我冷汗似拼出一身刺，流汗血尽赤心追寻大意义。Hello and welcome to this week's episode of Police Report. On today's show,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how the force polices and maintains a presence on some of the populated and often very remote islands scattered across Hong Kong.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clip.今日我带大家来到吉澳，吉澳是位于香港北面比较一个偏远的地方，和中国的盐田只是得一海之隔。虽然这里非常偏远，但是岛上面仍然是有水警同事去执行日常的警务工作，等我带大家去看看。Justin， 我知道你的工作上面很多时候都会来到吉澳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吉澳有什么特色呢？好啊，吉澳是一个小岛，大概有12个维多利亚公园那么大，常住居民不多的，50至70人左右，多数一些长者。如有星期六日或者公众假期的时候呢，会有些游客上来这里玩的。吉澳虽然人口不多，罪案不多，但我们水警也会派警员上来这里进行日常的警务工作。除此之外，如果啲村民如有緊急需要，我哋都會予以幫助。在我哋水警不分區入面，我哋會有3個偏遠小島長期派員駐守嘅，分別係東平洲、吉澳同埋塔滿。而我哋會有一位警長級嘅警務人員負責管理呢3個小島上面嘅日常警務工作嘅。我知道你加入警队已经有35年的时间，咁你又系咩时候加入水警嘅咧？我喺1981年10月26日加入警队，喺警察训练学校受训完毕之后咧，咁我就接受呢个水警训练，受训完之后做水警做到而家。咁我知道你而家嘅工作就系喺吉澳度驻守，你又系咩时候调到嚟吉澳嘅咧？我喺4年前调嚟吉澳嘅，咁相对于喺船上同埋呢度嘅工作咧。咁我呢度有2個同事，我哋嘅工作咧大部分同陸上嘅工作都係差唔多。我哋呢度比較偏遠啊，同埋呢度工作咧要24小時當值，所以我哋呢度嘅警崗咧預備咗個地方俾我哋休息過夜嘅。水警警區同事除咗要維持水上面嘅治安，亦都要兼顧陸上面嘅巡邏。我講緊嘅就係水警警區其實係有一個陸上嘅分區，佢就係長洲分區。長洲分區其實係包括咗長洲、南丫島同埋坪洲。岛上同样会有军装巡逻，接受市民的求助个案，执行防止和侦查罪案的职务，维持岛上道路的畅通和安全，特别是在假日期间和一些大型的节日庆祝活动，执行人群管理措施。例如每年农历4月初8，即是佛诞当日，长洲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汇景巡游，晚上亦都会有传统的抢包山比赛活动，所以岛上会有大量的游客。水警总区人员除了要协调各个政府部门工作和协助主办单位顺利完成活动之外，最重要的是确保参与活动的市民的安全，所以他们会提早在岛上面各个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作出部署，例如设置一个指挥及控制中心，在当日负责调配人手，安装视像系统去监察活动当日人流的情况和有没有突发的事情发生，以便可以即时作出适当的人手调动和安排。Very interesting stuff. As we saw, the force maintains a 24-hour presence on many of the populated outlying islands, and it works and engages closely with the local communities at such times as when they're holding festivals. That's all for this week.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goodbye.